在这个位置。嗯，那我等一下点位置给你看一下。那我们等一下的时候就坐正坐挺，面向前面。好，然后头都比较低，我们先点一下，就是从正面看的位置会比较漂亮。好，我帮你搓热一点。有，我先觉得很好，非常好。等一下打的时候就会很没有感觉。你是要跟原本耳洞位置近一点吗？还是没有，就正常就好了，不用到真的非常近。那我帮你留一指的距离。Okay. 我先点一下给你看。坐正坐挺，对，这样。